现在时间是早晨7:39，今天又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，秋高气爽，微风徐徐吹来，是一个外出游玩的好天气。可惜上班的朋友们可能你们还在塞车的途中呢，没关系，有我在这里和大家共度这个阳光灿烂的早晨。虽然塞在车阵中，还是可以享受一下这温暖的晨光。节目一开始，我们来听一首歌。 要送你菊水轩情人礼盒，还可以参加新币送给你夏威夷我们去抽奖活动哦。现在订再送情人糖盒，你也要结婚了吗？菊水轩情人礼盒真是面子十足。我们都是音乐风。你好，我是陈志诚，我是蒋同静，还有吴大卫跟张琪。 美丽啊，回家找先，臭男人。长大是一件有点悲伤的事，或许谈过几次恋爱，也失恋过几次，可是却越来越不敢轻易的谈恋爱，不敢去浪漫。 你知道吗？有一天早晨醒来的时候，突然间想到，我已经是大人了，于是心情悲伤了起来，一直到现在。多可怕啊！我是大人了，可是我恋爱没有谈过几次，在我还没有得到刻骨铭心的爱情时就变成大人，实在有点不甘心，好想。 好想再好好爱一个人。这是一位住在景美小飞的来信。长大真是令人有些感伤。小飞，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《凡人的告白书》，听完再好好的聊聊。 Thank you.